快乐健康社为了感谢这20年来陪伴他们的爸爸妈妈，特地在感恩会前举办一场手做饼干的活动。这中间还是有点厚。这边等一下翘起来再吃。它就像那种感觉。这次是第一次做这样子一个烘焙的一个体验，在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厚就是。在要给他很用心的铺平，就也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做事情当中去练习，让自己的心不要有任何的杂念，就是让这个杂念可以平复掉。对啊，他有一些受热没有很均匀。20周年故事很多，历史很多，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怎么会这么感动，会留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将这20周年的所有点点滴滴，所有可能困难的地方，或者是挫折，或者是有感动，将这份成长的喜悦分享给全校的师生。我们会成长，但因为坚持，所以感动会留下。黄润慈、吴孟轩，慈济大学采访报道。